好一点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又吓到你了。你傻吗？这是该道歉的时候吗？之前也没有这么严重，怎么今天突然又这样了？医生说，我这个病啊，它是有可能会变严重一点的，但我平时都没事的。你不要担心我。是不是因为你想到我要离开，所以就……不是，你不要想那些。我是因为叶总突然离开公司了嘛，然后他就把好多工作堆到我这儿来了，我一个人哪应付得了啊？加上我妈，她又喜欢唠叨我，我就觉得头好大。你说你妈唠叨你，唠叨你什么？她就问了我，咱俩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又不能跟她解释你的身份，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呗。她还以为咱们俩之间出什么问题了呢。你不要担心，安阿姨，她这么疼你，她关心我们两个未来是很正常的。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把这一切都跟她说明了。没事的，你不要想这么多。知道。南星，不要担心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把病治好。